好，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一本大书啊。所谓的大书，这绝对不是一种所谓的表面上的话啊，像苏轼来讲呢，放诸我们整个的文学体系来讲呢，它真的是一本大书啊。所以刚才那个我定题目的时候呢，这一次啊，我都比如说我这次讲写坡仙对月。坡仙其实在我们的文学领域里面呢，后世的这些评论家啊，或者爱好诗词的这些朋友们呢，其实给这些所谓的文学家定仙的呢，大概只有两位。第一位大家耳熟能详，当然就是诗仙李白啊。第二位呢，被称为仙的就是东坡啊。称东坡是仙，那绝对名副其实啊。那么今天因为他的内容太多了啊，我们两个钟头里面呢，其实呢，我尽量的选择他的文章、他的诗、他的词来做分享啊。好，我们就进入主题。我们今天看一下苏轼。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苏轼，我想你们都比我还娴熟啊。那么苏轼呢，他是这个眉山人，四川的眉山人啊，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是这个宋仁宗年间的这个进士。当然，这里值得提一下啊，当年这个主考官呢，就是欧阳修啊，所以苏轼呢，这一辈子都奉这个欧阳修为老师啊，这过去大致上是如此啊。那么这个欧阳修呢，看到苏轼的这个文章呢，而且在同门里面，他两个兄弟啊，竟然同党的这个进士啊，所以欧阳修其实跟仁宗啊就谈到了，他说这一次的这个入围的就是获选的这个进士呢，有两个兄弟党，非常的不简单啊，就是苏轼跟苏辙啊。那么这样，这个两位呢都是大家啊，所以呢，他这个仁宗听得非常高兴。仁宗回去以后呢，跟他的太后曹太后就讲：哇，今天太棒了！今天呢，进这一门的进士呢，我得到了两位将来足以担任宰相的人才，这就是苏轼啊，就是这个苏辙兄弟啊。那么欧阳修这个人真的也不简单啊，所以他讲过一句话，他对苏轼这样的一个大才，他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如果这个人我的官途挡到他的路，我都要让开，让他呢能更上一层楼啊。所以这对欧阳修、对苏轼来讲，这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文学的一个奇葩啊。好，我们说这个苏轼呢，那他的散文、他的诗、他的赋、他的词，都是这个响当当啊。说到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了，应该这样说啊。所以呢，他这个除了这个文采很丰富以外呢，其实他在艺术方面，不管书法，不管绘画啊，都是艺术史上呢罕见的这个天才啊。所以呢，我们称他坡仙，那就是公认这是中国的这个历史啊，那么最杰出的这个艺术人才，包括文学、这个书画等等啊。那么这个苏家真的是出足了风头啊！你看，选了唐宋八大家，唐宋两代八个人，他们苏门三杰，父兄的弟啊，苏洵、苏轼、苏辙啊，这个真的
一门三杰，所以我们讲三书真的不简单啊。那么在古文运动来讲，我们会首推这个唐代的欧阳那个韩愈啊，跟柳宗元，尤其是韩愈，他的文字当然好到不行啊。所以在我们的文学家里面呢、啊，我们有韩潮苏海的美誉，就是把苏轼跟韩愈呢并列啊，所以。在苏轼他本身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啊，那么在讲到词的时候呢，他用诗笔来写词啊，所以呢他把词注入了一个活水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豪壮派啊，那么就是苏轼、辛弃疾他们用诗笔来写词啊，当然，这如果从词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变体啊，因为词本身就是婉约的啊，这个是纤柔的，所以今天呢，我反而选的比较多苏轼的婉约词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苏轼。说他是豪壮派，他的婉约为宗，他婉约词写得多么的到位啊！那么当然讲到苏轼，我们常常讲有一种真的对他很舍不得啊，人就是有天命啊。他虽然呢、啊、当到翰林学士，甚至当到礼部的尚书，但是在他来讲呢，这一辈子真的被贬的时间多，所以一辈子颠沛流离啊。那么苏轼最可贵的就是说他的人格相当的完整啊，他接受到儒释道三家的浸润，因此呢在儒家里面呢、啊、他看到他的风骨啊，他我们所谓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苏轼真的你看到典范啊。然后他这个人呢、即使你在最低潮他被贬的阶段里面呢、他都是坦然面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苏轼受到道家跟佛家的这个影响，旷达的影响，尤其在处于逆境的时候，是给了他非常大的养分啊。所以你看他这个一贬再贬三贬，甚至最远贬到哪里？他的晚年啊、他的死前的前一年，他还在海南岛啊、那是哲宗死了以后呢，天下大赦，他从海南岛回来啊、那么我们等一下从他的诗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全面，而且你看到苏轼的旷达，非常的不简单啊、那么在宋神宗朝，因为用了王安石变法，当然我们明眼人看到王安石啊，他第一个他仓促行事，他的配套不够，而且他用人不明啊，所以呢在新法呢实施了以后呢，对人民造成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痛苦。那么苏轼看到了，苏轼呢就是以实事论事，因此得罪了这个新党啊，新党对他恨之入骨。后来呢太后执政，那么有一阵子呢是旧党任用旧党，所以司马光他们回来了，司马光一回来他就怎么样罢黜所有的新党，所有的东西全部废掉。但是这个苏轼其实他也赞成改革的，他赞成合理的有条不混的有系统的改革，因为国家是需要变法的啊，所以他对旧党，尤其对司马光这种呢把新党呢这个一刀切断的那种做法呢，他也不以为然。因此这个权衡之策，在苏轼来讲当然觉得应该如此，可是他就两面不是人，既得罪了新党也得罪了旧党，所以他的爱妾朝云就笑他学士啊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啊。那么苏轼是这样啊，但是他怎么样面对，坦然面对他所有的遭遇。好，下面呢我们来从苏轼的文字来看起啊。好，第一个我决选的《赤壁赋》。当然所有读书比如说高中
都选的赤壁赋啊。那么这个赤壁赋呢，写得好，写得美，很重要的。他参加的内容里面，参与了很多人生的哲理，所以念起来呢，令人动容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真的不妨把赤壁赋呢再调出来，好好的读一遍啊。那么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啊，所以我这里写放的呢是苏轼里面颇具哲理的一段啊。那么我们呢也可以来回味一下这个赤壁赋到底讲了些什么。苏轼被贬在黄州啊，黄州就在长江的边岸上。其实呢，它距离当年的啊，在长江的所谓的赤壁之战的这个场域呢，其实距离不远啊。所以他来的以后呢，他常常啊泛舟游于赤壁。照理讲，苏轼他是被贬，被贬是没有这么多自由的啊。被贬，他等于是被啊关在一个比较大的牢笼里面，但是他的人格，他的这些学养啊，让当时候的黄州太守非常的敬佩，所以黄州太守也真知道这个苏轼的人格，所以呢，他给他很大的自由啊，他可以自由来去啊，所以呢，他你看当时候的，比如说《赤壁赋》，当时候的《念奴娇》啊，这都写下了这个千古绝唱。这就是苏轼的代表作品。好，我们来今天看，先从他的《赤壁赋》谈起啊。《赤壁赋》，我们如果没有忘记，我们回味一下啊。他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杯举酒祝客。”啊，好，宋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顷，月出东方，东山之上，哇，那么漂亮，白鹭横江，水光接天。于是怎么样？哎，他就扣舷而歌，歌曰：哇，赵贵兮兰桨，及空明兮溯流光。哇，这个驾一叶之扁舟，纵一苇之所如，你看多么美啊！跟几个好朋友在这个小船之上啊，里面背了佳肴，大家一起呢，哇，荡舟，哇，这个月亮出来了，哇，白鹭横江，这水面上呢映着水光，漂亮到极点啊！那么苏轼过去的人啊，这个在美景之余，当然要吟诗，当然要唱歌啊。所以呢，他吟诗唱歌的时候呢，哇，饮酒乐甚啊，他扣舷而歌。这个时候呢，在船上呢，有位洞箫客，就怎么样？哎，洞箫以歌而和之，好，跟着这个苏轼的这个唱的歌在和，你知道。懂音乐的人都有这样的本事啊，以歌而和之。你看洞箫的声音，想想看，苏轼写得非常的精准。他说：“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哇，怎样？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哇，对苏轼来讲呢，这个呜呜然的这个洞箫声这么样的揪心啊，让自己心呢、啊、都揪起来了。怎么样？如怨，哇，像有什么哀怨；如慕，有羡慕的啊，想要哭泣的，哎，想要倾诉的，哇，怎么样？不绝如缕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呢？苏轼用了两句话来形容当时候的感受。他说：“可以怎么样？”五，这个潜礁，这个深水里面啊，可以五忧惑之潜礁，泣孤舟之离妇。他说这样的洞箫声音啊，可以让潜伏在深水里面的这个蛟龙啊，哇，受到悸动都起来跳舞。它可以让在孤舟上的寡妇想到从前种种而黯然哭泣。
所以苏子悄然正襟危坐，他原来是倚着船舷扣舷而歌啊！哇，受到这样的悸动了、啊，他正襟危坐，坐起来了。何谓其然也？他问这个洞箫客：“哎呀，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是这样呢？”好，客曰：“乌鹊南飞啊！”他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他说啊，我在这样的今天也是月明星稀，我就想到曹孟德啊，他在《短歌行》里面讲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好，他说这样的一个人呢、啊，哇，当年啊，他就在我们这个场域里面怎么样？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辽。郁乎苍苍，就在这里的水域上面，四周哇，山水缭绕在一起啊，草木这么的苍翠，这么样的茂盛。他说：“此非周郎困于，这是此非这个孟德困于周郎者乎？”这里莫不是当年的赤壁之战，就是这个周公瑾用火攻把这个曹阿瞒烧得灰头土脸的地方吗？就是这里啊。他说想当年的这个曹孟德也是一个人物啊。对，他说呢，当年他怎么样，这个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他说呢，他收复了荆州，他来到江陵，他乘着这个船啊往东而来。这个时候他的水军是非常有名的。他说这个竹庐千里啊，旌旗蔽空。这个竹庐就是船的尾，竹跟船的头连在一起，哇，这个绵延千里，形容军容的水军的壮盛啊。这个船上呢，旌旗蔽空，多么的豪壮。那么曹阿瞒呢，他说思酒临江，横槊赋诗。他在船上指挥若定，他指挥完了回到帐房，他把他的武器在桌子上一横，横槊，槊就是他的武器，横槊，马上提笔就写诗了。哇，这样的曹阿瞒，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他不是一代的英雄好汉吗？英雄豪杰吗？那现在呢，他又哪里去了？经过了几百年，当然肉身早就不见了啊！他说呢，这样的英雄人物不见了。他说：“今天呢、啊，我跟你况吾与子，就是他客对跟苏轼说嘛，况我跟你呢，渔樵于江橹之上，我不过呢，跟你就是在江边啊，这个砍柴的、打鱼的啊这一类的啊。”他说呢，有鱼虾，捋鱼虾，而有米露，跟鱼虾做朋友，跟米露做朋友。今天呢、啊，我们怎么样？举匏樽以相煮。我们呢、啊，举起这个用葫芦瓜、小葫芦瓜做了这个酒杯，我们来这个在这边喝酒啊、哦。那我们呢、啊，是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一粟。我们像浮游，朝生暮灭啊、哦，是人生是这么的短，我们又这么的渺小，像大海里面一粒小米。所以他说：“我羡长江之无穷，哀无声之须臾。”我多么羡慕长江，自古以来长江就存在啊，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河域，上则为日星。这个天地万物，大自然是这么样的这个永恒啊、哦，长江。当年曹孟德不就在这里啊、赤壁之战吗？几百年过去了，这些周瑜呢、曹孟德呢、诸葛亮呢都不见，但长江还在啊。所以他羡长江之无穷，哀无声之须臾。他怎么样为自己人生的短暂而感到悲哀？哦，他说我多么希望怎么样，我们能侠飞仙以遨游，跟着仙人哇遨游在天地之间，抱明月以长终，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啊、哦，可以永恒的存在。他说
我知乎不可骤得，我了解这是我的梦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心里的哀伤呢，我托于想于悲风，我刚才啊就把这样的心境就随着我的洞箫的声音给传递出来，所以会让你怎么样觉得何谓其然也。好，苏轼听了这个洞箫客的话以后呢，他就回了他的话，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啊，这是《赤壁赋》里的第四段。这里面呢，因为它蕴含了很多的哲理在里面，写的真的好极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苏子曰：“子客亦知夫，谁与乐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他说：“你知道水跟月亮的一些原理吗？”啊，你知道吗？你看，他说逝者如斯。你看，他说这个水啊，往东哗啦啦啦，长江的水这样子流去。可是我们在坐在这里面，我们却没有觉得水在减少啊。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它事实上水好像没有流走，为什么？后面的水不断有进来嘛。啊，好，他说下面啦、啊，他讲月亮，盈虚者如笔，而逐末消长。哎，我们看到的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啊，初一不见了，哎，十五圆了啊，哎，月亮到了下个月它又来了啊，所以你看到它虚，你看到它这个盈啊，瘪下去了，满起来了，但是它最后它始终并没有长，也没有消，它只有在那里，所以你看。苏轼多厉害，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是光影的问题嘛，啊、哦，所以呢，逐末消长。好，他说呢，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间，天地真不能一瞬。他说，如果我们从变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地，来看这个天地呢，它随时都在变。你看，我在讲一句话，过去了好几秒钟啊、哦，这每秒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都变了好。啊、哦，他说，你看啊，他说从变的角度来看呢、啊，天地间增甚至增甚至不能以一瞬，不能眨一下眼睛啊、哦。你看、啊，秋天来了，树上的叶子黄了啊、哦，叶子黄了，风一吹，然后叶子落了。你看、啊，前一秒你看到它叶子还在树上，你眨一下眼，它已经随着风飘在半空中；你再眨一下眼，它已经落到地上。所以天地真不能以一瞬，它随时在变啊。但是换句话说呢，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怎么样？物与我皆无尽也。那是你如果要用这个不变的角度来看呢、啊？你看春天到了，桃花开了，每一年都桃花开，不变嘛。燕子去了有回来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好，那人呢？人也是生生不息啊。李白月下独酌，苏轼啊，明月几时有，在月下吟咏。好，每这个李白不见了，苏轼不见了，但是后继有人呢、啊，我们也在月下吟咏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啊，怎么样？物与我皆无尽也，每年桃花开。年年桃花开啊，年年枫叶落，年年下雪，年年雪融了，好、哦，这都是一样。所以这个他讲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啊佛家里面也常常讲的所谓的无常。与永恒。无常，一朵花落了，这朵对这朵花来讲，它永远不会再来一次。这朵花啊，它落了，落了就灭亡了，落了就代表死亡了啊。但是明年还会花开啊。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每一年春天花开，每一年秋天叶落，这什么？这就是一种永恒，永远的存在。但是对这朵花，对一个这个叶子，对我们这个人，李白死了，李白就没有了，这就是无常啊。所以这个永恒跟无常，
所以这个苏轼呢，在这里面他就揭露了这样的一个特色啊，变与不变就是永恒与无常啊。好，接着他说：“且夫天地间各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你看他讲的多好，天地之间，他每个东西都有他的主人呐、啊，不是我的。啊、哦，虽然一分一毫我也不用拿，不能随便拿，哎，这没有关系啦。这个看到人家花园里的花很漂亮，哎呦，我摘一朵花，这么多朵花嘛，啊、哦，不是你的，你摘那就是偷了啊、哦。所以他说，天地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但是他讲了，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哦，他说怎么样，他说呢，只有啊、哦、大自然的恩物，大自然的恩赐，从江上吹过来的风，哇，多么的凉爽啊、哦、这个呼吸起来多么的舒服，空气多么的新鲜，你尽量呼吸，你不会因为你多呼吸了几口这个新鲜的空气就减少了，不会啊、哦、江上这个山间之明月，从山间啊、哦明月出秀，冉冉的上升，哇，多么美啊！那你多尽量看啊、哦，不会因为你多看了这个美景呢、啊，就逊色了，或者美景就少了一截，不会啊、哦。所以，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尽。你看原文是用这个尽哦，啊，取之无尽，你去享用它，你去这个取山间明月，取江上清风啊，这些呢，它是什么？他说呢，啊，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他说，你看清风呼呼的吹过来，哇，天籁啊，你听到了就成为声音，你眼睛接触到了。就是美景，就是美色，这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你去享用它，你去拿它，没有人禁止你，不会有人禁止你，你尽量拿吧。啊，而怎么样，也用之无不尽，不会因为你用了就少了，不像一盘菜，你多吃了两口，它就少了一点。啊，这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无欲之所共事。这就是造物者给我们最大的宝藏，而我们所共同来享受这个美景。这是一千多年前啊，这个苏轼啊，以现在来看，讲真是掷地有声，他的《赤壁赋》。当然这是绝写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回去电脑打一下就出来了啊，其实可以跟你们的孩子跟你的夫妻之间共享，这是美文啊，而且有内涵的美文。好，我们看他的赋以后呢，我们来看啊、几首诗啊，今天选的这是我尽量选很浅显啊，可能你们就很熟稔的这个诗啊，这是苏轼。苏轼跟杭州的缘分非常的深啊，他一当官的时候呢，早年他在来当杭州啊通判啊，没有记错，大概在1071年吧啊，他到杭州来当通判啊，那是年轻的时候。他在这首诗呢，是他在通判的这个任官期间，大概在1073年，他写的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他讲西湖啊，饮怎么样，在小船上面嘛啊，在饮酒喝酒，跟好朋友搭着小船，在这个宽广的西湖湖面上啊，泛舟。好，初晴后雨，早上白天好，早上呢，哎，好天气。好，过了下午以后呢，开始下雨了。他是描述这样的一个状况，他用最短小的七言绝句啊，他把整个的美景这个一把包下来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好，这是啊苏轼啊，
很多的这个诗评家说，哎呀，苏轼的引出情后语一出来以后呢，所有的其他的人写的西湖诗都不见了啊，大家都传颂苏轼的这一首啊，大家。他用晴天，用雨天，出晴后雨啊。他说：“水光潋滟晴方好。”这个潋滟，因为他坐在小船，一叶扁舟啊，小船，所以很贴近水面。当太阳出来了，斜斜的啊，摔过水面，所以这水光呢是怎么样？以里如金啊，亮晶晶的啊，映着阳光嘛。所以这种以里如金，波光这个闪闪的情况就叫做潋滟。他用水部啊，他说呢，坐在船上啊，看到这个旭日东升，这个斜斜的阳光呢，哎，打在这个水面上，以里如金的状况，哇，这个西湖真的美不胜收。晴天啊，方就是正，正好，美不胜收。下面他说：“山色空蒙，玉宇一起，晴天这么的美。”他说呢：“哇，开始有雨啦，下雨啦。当然雨，雨它也是不是啊、都是一样的大小。它可能蒙蒙雨，可能稍微粗一点，可能大一点。好，他说啦，哎，雨来啦，蒙蒙的雨的时候呢，哎，我们常讲雨幕。”好像这个雨呢是一个帘幕一样啊，拉上了一薄薄的纱幕的时候呢，哇，山就隐在后面了，还怎么样，还若隐若现。当雨越下越粗，这个帘幕等于越来越厚的时候呢，哇，山慢慢慢慢的朦朦胧胧，甚至不见了。雨越下越大，哇，就剩下船上的我们啊，周遭都看不见了。好，结果慢慢的我们喝酒，哎，雨又下小啦，哇，这个好像帘幕又拉开来啦，又看到远山啦啊。好，雨越下越小，哇，又停了，哇，远山如黛，而且呢有山岚在远山中间。所以他说下起雨的时候呢，雨让西湖的山色呢变得怎么样，有时候空，有时候的蒙，有时候的清楚啊。所以呢，他在雨天来游这个西湖啊，也非常景致，非常的奇特。所以山色空蒙，雨亦奇，他用水色山光啊来描述西湖的美。好，最后他说西湖真的美啊，那用谁来比呢？他就用天下第一美女啊。他说欲把西湖比西子，西子就是西施嘛啊。如果我们要拿这个西湖来比西施的话呢，你看西施当年他就是主罗春啊，乡下洗碗缓沙嘛，洗沙的女子嘛。好，当年吴越相争啊，这个范蠡嫌命要去找天下的绝色，要来进这个美人计，所以呢，走访这个穷乡僻壤啊，终于有一天来到了主罗村，他看到众多的缓沙的女子，其中有一个缓沙起来，哇，一扬头，哇，绝色令范蠡惊艳。那时候的西施怎么样？淡扫蛾眉，村姑嘛啊！但是一眼就让范蠡给看中了。范蠡当然小以大义，把她送进宫里。但是送进宫里，尽是绫罗绸缎，尽是这个脂粉啊！所以这个浓妆的西施呢，更令夫差绝倒啊！所以一个人本质美，淡妆浓抹都美，讲的是西施啊。所以他这里讲晴天美，雨天美，无时不美的西子跟这个西施呢，哎，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呢，大家了然于胸。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好，我们选了两首他的七绝啊，第二首呢是苏轼啊，在黄州期间啊，啊附近呢有一个很大的海棠花园啊，海棠花是中国特有的特种啊，因为花色非常的美，所以呢有国宴之称啊。那么苏轼呢，这一天他到园子里来赏花的时候呢，是这个夜色朦胧的时候啊，有月亮慢慢的升起来，所以呢这个花繁花满树，哇，有淡淡的香味，而因为有远距离，而且又在暮色当中啊，所以不是看得这么清楚，但是一片朦胧的粉红色的海棠花花海呢，哎，给人一种非常奇妙非常绚丽的感觉。所以他说，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夜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好，他说东风袅袅，这个袅呢，你看女字边啊，袅袅这个袅原来是形容女子美好娉婷的样子啊，这里他在形容东风，因为东风只是啊，通常都会比较怎么样，比较温和比较柔顺啊，所以他说东风袅袅，在东风的吹拂之下呢，海棠花整个园里的海棠花呢都盛开了啊，所以东风袅袅泛崇光，这个崇光讲春天也讲海棠花，这个崇有大的意思啊，是海棠花的花海，哇，呈现出这么漂亮的图腾啊，这个光是光华图腾。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你看这个远远的看去，全部的花海在月色底下呢，像一片朦胧的红色的雾啊，而且这个雾呢是有海棠花有香味的，所以他说香雾，香雾空蒙，你看他这空蒙看到吗，前面他形容山色空蒙，他这里又来形容海棠花啊，远一点的哇，看起来看不那么清楚，靠近一点的呢还稍微清楚，所以他说用空蒙啊，这一大片的花海啊，在空蒙当中呢，但是香气袭人。这个时候呢，他在廊，所谓的走廊，这个廊呢，在花园里面有屋顶可以遮雨的，但是它没有，旁边没有墙，没有围墙，这叫做廊，也叫做走廊啊。他坐在廊下，端的一个躺椅，躺在廊下，喝着酒来跟海棠花对坐。这个廊呢怎么样，是走向从东边，月亮出来了，月亮出来了以后呢，哇，它沉醉在海棠花的风华里面，这个月亮呢慢慢慢慢慢的从廊的东边慢慢的到了廊的西边，那么换句话说，这个转廊就是月亮啊，从东走到西，代表苏轼沉醉在海棠花的花海里面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个美真的是不够啊啊！所以过去的诗人对这个对坐这件事情，你看我们读李白不是这样吗？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所以我现在常常跟孩子们讲，就说你看到像现在很多现在这个什么台湾栾树又开了啊，带带孩子吧，去看看台湾特有种的台湾栾树。哇，一开始开出来的时候它是粉黄色的，慢慢的开了以后呢，它会结成粉红色的硕果啊，美不胜收。好，所以呢，这个苏轼他怎么样？哎，跟海棠花对坐，看了一整个晚上，真是相看两不厌啊。他就说，只恐夜深花睡去，他担心啊，夜深啊，这个花像美人一样也会疲倦啊，会睡着啦，所以呢，他就赶快跟仆人讲啊，大家一起来啊，这个园子呢，我们用50支的蜡烛，高大蜡烛在围墙上把它点起来啊，我们
跟海棠花说，没有哦，月亮还很亮哦，这个光线还很亮，还没有完哦，夜色还没有浓哦，你要继续开哦。好，看到这个画面，你们会想到哪里？哎，园林是吗？啊，好，他种花的地方。现在你看，这些人一定是苏轼告诉他的，你要用灯光啊，告诉你的花，继续看哟，不然我明天就没花采了啊。好，他说：“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高高的火烛来照红妆，红妆就是海棠花啊，漂亮的海棠花。”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好，下面呢，我们来看苏轼的两首这个律诗啊，律诗。第一首呢，他是和董传留别。这个董传是他当时候刚考取，这个苏轼刚考取进士的时候呢，他在凤翔当签判的时候啊，他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很穷，但是呢很有志气啊，很认真读书啊，所以呢他啊后来他也考中了进士啊，要去啊受训，所以呢这个苏轼呢写这首诗来跟他勉励。初增大部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燕伴老如烹户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辨寻春马，囊空不伴寻春马。眼乱行看则续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赵黄新诗自如鸦。他考取进士了，最后啊，所以呢，他说：“这个董传呐、啊，哎，你虽然没钱嘛，所以粗增大部。这个增就是粗的丝啊，粗。以现在讲，粗增大部就是粗布大衣啊，粗布大衣。你虽然外表穿的是粗布大衣，现在当然我们也常常也会哇用衣裳来判断人啊，哎呦，他穿的是这个都是很 的啊，不怎么样啊，好，我们难免啊，所以苏轼就不一样了。他说你虽然是穿的粗布大衣，裹生涯，他这里用的是道装啊，对不起，用的是道装，应该是生涯裹粗增大布啊，但是诗是怎么样？223嘛，所以他用道装，粗增大布，粗增大布就是粗布大衣啊，生涯就是你平常的生活，你日子，你因为这个穷困人家嘛，所以当然穿的是这个粗增大布，但是你一张口就知你有没有啊啊，因为你肚子里有诗书啊，所以你展现出来的风华，你展现出来的气质就高人一等啊，所以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好，不止这样，他很有这个见识，很有毅力啊，他说燕伴老如烹户叶，户叶就是什么？这个我们的胡瓜，胡瓜的叶子，没钱人嘛，就把胡瓜的叶子当青菜啊。所以他说呢，燕伴老如，老如就是这个读书人老了，因为他没有考取进士啊，他没有功名，没有功名就没有利禄嘛，所以这很现实啊。所以呢，他只能怎么样？哎，只能够轻舟啊，小菜啊。所以呢，他说他决定不要成为这样的，老了以后呢，他不要这样子啊。所以他说燕伴老如烹户瓜，他说呢，他不想自己在老了以后呢，前面这些人就是自己的榜样嘛，没有求取功名，那当然日子就过得很辛苦，所以他就强随举子踏槐花。这个过去啊有这样的说法啊，槐花黄，举子忙，槐花，对不起啊，槐花开，槐花是黄色的啊。槐花开的时候呢，这个举子要准备要应考了，准备要应要去考试啊，所以忙着准备啊，最后的冲刺
那么等槐花落了以后呢，就怎么样，就是考试的时间啊。所以呢后来呢曾参加考试，科举的考试叫做踏槐花啊，踏着槐花进考场啊。好，所以他说燕伴老如烹户叶，因此呢他自立自强啊，跟着所有的举子读书人啊一起呢来踏槐花，来应进士啊，进士的考试。接着他说南宫不伴寻君马，眼乱行看则续车。这里讲的当然用了很多的点啊，我们大概看一下。他说呢这个啊用的几个点，第一个南宫不伴啊，南宫不伴他用了这个于万之的这个点啊，在南史于万之，他说于万之呢做了东府的副手啊，他仍然反正穷人家嘛，他才穿着木屐去参加宴席啊。所以这个萧道成高帝啊就问他了，哎呀你还穿着这个木屐来，而且你这个木屐呢都黑漆巴乌的，哇很有年份的啊，就把他的木屐呢借过来看一看啊。所以那木屐呢有火烤过，有整理过，因为那个木屐的那个袋子啊都是用芒草去编的嘛，编了以后呢都断了，补了又补啊。所以呢他说而且那芒草呢有些都会出来会扎脚，这怎么穿呢 断了啦还用芒草给补起来。所以高帝就问他了，怎么样，他说亲此计已几载，你这个看起来就很有年份了，你这个木屐你穿了几年了。你看像那个万之说什么，他说出仕和拜征北行左买之。出仕和，这个仕和就过去啊，过去和就是粗布衣服嘛，说过去呢你考取了官就有官服嘛，官服就要把你的这个粗布衣服呢脱掉，叫做仕和。这个仕和就是当官的意思啊。他说当年呢我这个开始考有功名了穿官服的时候呢，他说怎么样，这个拜征北行左买之，我当这个征北大将军的属官的时候买的，已经穿了30年。哇，当年这个木头应该很好啊，可以这个木屐可以穿30年。所以他说什么呀，他说平氏尽不伴意，不伴意他用的道装就是不易伴。他是说这个穷苦人家啊，你以为怎么样不容易去换新鞋子啊，新鞋子很贵啊，要钱啊，不容易去办啊，也就不容易去买这个鞋子。好，这里用的是这个点啊。然后呢这个寻春马，寻春马呢其实它一样啊，它是用了这个孟郊，孟郊呢后来考取的进士以后呢，他写了一首登科后，他说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日放荡思无涯。哇，这个过去啊龌龊很穷嘛，没钱嘛，什么都是省啊不得了，现在哇终于有这个进士考取了啊，可以过比较好的日子啦。所以春风得意马蹄疾，哇骑着马啊到长安到处去逛一逛，一日看见长安花。所以他这里把长安花啊当作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见长安花，他转化为寻春马。然后呢跟前面的这个万之的这个点就变成南空不伴寻春马。这里讲我就是没钱啊，即使我现在中了进士，我也不会像孟郊一样哇就大咧咧的哇弄了马车漂漂亮亮的去游街啊，去踏青。他说我不会这样啊。好，他说呢南空不伴寻春马，眼乱行看则续车。他说啊，他是因为他考唐朝嘛，他考进了进士，通常呢唐朝的进士的惯例就是会在这个就那个
长安啊，长安的这个边岸上啊，长安的这个郊区啊，来怎么样？长安的郊区，好，这里我要写啊，在长安的郊区呢，就是曲江啊，会在曲江呢办进士宴啊。那进士都有几十个嘛，所以当在办进士宴的时候呢，比进士宴还热络的是谁？这达官贵人，达官贵人的车马云集在这边，怎么样？都在向女婿，哇，哪一个考得好，然后又长得帅啊，就想要来把女儿嫁给他，所以呢，择婿车。所以我说，唐代进士放榜，立于长安近郊曲江亭设宴。当天呢，公卿家族啊，亲乘纵官，高车宝马，于此选取家婿。好，所以他这里讲的，也就是说，眼乱行看，择婿车。哇，他在曲江啊，接受这个进士宴啊，眼花缭乱，因为旁边的这个车辆都是达官贵人啊，他来选择女婿的这个车辆，哇，非常的热络。所以他说，得意犹夸。游看夸世俗，这是苏轼跟他讲啦。哇，你今天得意，你今天中奖了，中了进士了啊！所以这是人生得意的日子嘛。得意当然啊，可以让大家知道。所以看要夸世俗，像世俗人都知道啊，告诉他。这个赵黄，赵黄就是黄榜嘛，啊，黄榜是诏书啊，像黄榜还用黄色、金黄色的纸写上今年进士的名字。他说呢，里面新赵黄新诗字如鸦，鸦是黑色的啊。这个黄榜上面这个写进士的名称，当然是用墨嘛啊。他就说，哇，赵黄这黄榜上面呐、啊，哇，刚贴出来的热腾腾的进士的榜单里面呐、啊，好像墨还墨色淋漓啊，是黑字淋漓。他当然这是给这个董传的啊一个诗，出征大部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燕伴老如烹户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伴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赵黄新诗字如鸦。第一个这个出三个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出啊，粗心大意这个出啊，是同一个字啊。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他的第二首的。好，我们来看，这是苏轼最后的阶段，他从海南岛回来了。哲宗死了以后呢，天下大赦啊，他从他那这个时候他已经65岁了啊，他回到常州，他没有回到这个京城啊，就。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天下都在这耳语说，这次苏轼回来绝对要接宰相，所以这些当初迫害他的人，当初这些坏蛋啊，都怕死了啊。很可惜，苏轼已经65岁啊，所以他走到常州呢，他就过世了啊。好，这可以讲是他比较晚期的作品啊。身横斗转欲三更，苦雨中风也解情。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卢叟成浮翼，出世轩辕奏乐声。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其绝冠平生。所以你看到苏轼的诗，你也解读到他的人格特质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夜渡海嘛，他从海南岛啊渡船渡到这个本土这边啊，是夜晚半夜啊，三更就是三更半夜嘛，过去啊一个晚上有五更嘛啊，七到九，九到十一，十一到一，刚好是半夜啊，就是三更啊，所以他说身横斗转，在讲天上的过去的人都。没有手表，所以大部分都会 看这个星宿来判断现大概的时辰。这个时候，身就是生锈，
生是一个新秀啊，他也是一个群主，一个新秀。他说呢，这个新这个生秀的这个身心呢，已经怎么样？这个杆子呢，已经横过来了，已经向下倾斜了。而这个斗，这个斗就是北斗七星，北斗七星的斗勺呢，已经也下沉了。他说，这个时候是三更天，就是半夜啊，身横斗转，遇三更，苦雨中风也解禁。苦雨，我们讲苦雨就怎么样？哇，下了好久的雨啊。中风这里讲就是暴风。啊，暴风！这个我们看释天，俄雅的释天，他讲这个中呢，他中风呢是什么？是乘风而暴啊，早晨的风暴就叫做中风。那这里就讲暴风啊，这个下了这么久的雨，刮了这么久的这个风啊，老天啊，终于给放晴了，也解禁啊。这个苦雨中风。当然是讲当时候的状况，事实上这里全部都贴着这个苏轼的心声，苏轼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遭遇啊。你看他忠而见疑，国家不能用他，所以他怎么样？他呢还九死一生，一贬二贬三贬，最后来到了海南岛啊。所以对他来讲，这真是这个漫长的打击啊，所以是苦雨中风也解禁。终于老天放晴了，老天有眼，终于放晴了。他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净。”写得真好。他说：“天怎么样？月亮有时候会被乌云遮蔽了啊，但是乌云不会遮蔽永远，总有一天乌云会离开。”啊，所以云散月明，月亮出来了，月亮是这么的皎洁，月亮是这么样的光明啊，坦荡，当然也是讲自己嘛。那么这样漂亮的月色，这么美的月色，谁点缀？还需要什么东西来点缀它？它就是本身就是坦荡荡，这么漂亮的月色，这么皎洁，这么明亮的月色，乌云散了，月亮出来了，还需要什么去帮他点缀呢？天容海色本澄净，天本来就是蓝的啦，因为乌云，所以它是黑漆巴乌的。那乌云散了，就恢复了天的颜色啦。海是反映天的颜色嘛，天上是乌云，所以海就是灰沉沉的嘛。这个乌云散了，天是蓝的，海就是蔚蓝的嘛，碧蓝的嘛。啊，他说这个它的本色就是澄清的，就是干净的嘛。啊，乌云散啦，所以天容海色本澄清。他讲天色，也讲自己的本性啊。好，下面他说：“空余如手，成拂意，出世宣言，奏乐声。”这两个他用了点啊，这个点我时间不多，但是我大致讲一下，我们读这首诗，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第一个，鲁守啊，空余鲁守成拂意。这个鲁守就是孔子，孔子鲁国人嘛，啊，鲁国的这个老守，鲁人这个孔子。孔子当然他也是不得志的，他有很好的学问，他这个周游列国，没有人去采纳他的见解嘛，所以他当然很郁卒啊。所以他说：“道不行，成拂拂于海。”他说呢，如果我的理念，我的道都不能被用的话呢，我就怎么样？算了，我隐居去了，我就成拂。这第一个拂啊，成拂，拂就是竹筏嘛。啊，我做一个简单的竹筏，我就到海上去漂流，就是隐居去了啊。这是啊，这个成拂，拂于海。那么在这个他讲空室。为什么会空余呢？因为你知道当官是不归路啊，尤其你被贬的时候呢，你是没有人身的自由，你是就是代罪之身，你不能讲你要退休，哎，你也不能讲说你要隐居啊，你这个你没有罪可以，你现在是代罪之身啊。所以孔子他可以臣服服于海，那么杜甫不，这个苏轼能吗？哦，而且苏轼他年轻的时候献了多少的策论，他写的多少的这个治国之道，
可是这个愿理念都没有实现呐、所以呢，他没有实现，而要退也不能退，所以他说：“空余如手成浮矣。”出世轩辕奏乐声，这个轩辕就是皇帝，皇帝这个在洞庭之野，这个张所谓的咸池大乐，我们看一下。好，他说北城门啊，问北门城问皇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使闻之惧，父闻之殆，足闻之而惑，荡荡漠漠，乃不自得。”这是人家听音乐啊，其实音乐跟文章一样啊，你要有视野，你要有涉略，你会从这个音乐里面呢、听到他所要传达的东西，他所要表现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内行人要看门道嘛啊。那如果你没有涉略，你当然莫宰羊啊。所以对这个东西呢，你就会哇，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可怕，而且又这么长的大乐，哇，听得我昏昏欲睡倦怠了啊！听完以后呢，哎，我会觉得自己怎么样，迷迷糊糊的。所以他说，这个你在洞庭之野啊，你将这个音乐，我听的结果就是这样。但是最后他说，荡荡漠漠，乃不自得啊！他说呢，哎，我听了以后呢，觉得这个精神恍恍惚惚的啊、不知道该说什么，默默无话可说，但是乃不自得，似乎我已经受到音乐的滋润，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好，他有这样的感觉啊。那皇帝就说了，他说：“汝待其然哉？”他说：“你听到这样以后呢，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很自然的。”他说呢：“吾奏之以人，争之以天，行之以礼义，见之以太清。”他说呢：“我是依照人情义理来演奏的，我是顺应大自然来发挥的，我是配合着这个人间的礼义来进行的。最后，我展现出最高贵、最成名的、最原始的那个境界。”好，接着他说：“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他说呢：“你看，我们天地之间，春夏秋冬啊，四时相继的出现，万物呢也依序萌芽成长啊，结果成熟，依序而生。”他说：“一盛一衰，文武经纶。一盛一衰，你看春天发芽了，夏天长到最这个浓荫如盖，然后就开始凋零了，黄的，就是这个一盛一衰啊，盛衰。”他说：“文武经纶，文春文，夏这个秋武啊，秋天像刀子一样把叶子都割下来了啊。这个经纶就是怎么样？这个天道常理啊。所以这个春文、秋武，这是天道的常理啊。一清一浊，阴阳调和。”他说：“一清一浊，阴阳。”白天黑夜啊，这个春天冬天啊，这个就是阴阳的调和，这是大自然的道理啊。他说：“我的音乐呢，流光其声，音乐就是这样流动的、传播的。”好，接着我这里是我讲是节录啊，我没有完全的把它列出来，太长了啊。所以他说：“自从始作，无今之以雷霆。”这讲的什么？惊蛰春雷嘛，啊，这个蛰虫是什么？要冬眠的昆虫也好，动物也好，冬眠。哎，冬眠过啦，该起来啦。这个大地春雷啊，砰，把它这个春，把这个蛰虫给叫醒了啊。好，他说这个音乐呢，其足无尾，其始无首。他说呢，这个音乐结束的时候，你感觉没有结束，它没有终点，它开始的时候，哎，你也没有感觉它有起点，一死一生，一份一起，一死一生是怎么样？这音乐有时候砰很大的一声，有时候几乎到无声胜有声，几乎没有声音啊，所以一死一生，一份一起，哇，有时候倒下来了，有时候奋起了，是在讲音乐，所以所长无穷，而
一不可待。他说呢，这个是变化无穷的啊，你没办法期待的。你要了解它，当然你要有涉略，种种的涉略啊。所以汝故惧，所以你会感到恐惧。它这里包罗万象，太多了啊。讲了人情义理，讲到四时的更迭，讲到阴阳的调和啊，是除非你有很大的这个人生的历练啊。所以很多，比如说我们要读庄老庄，我们要读老子。你真的要有很多的这个人生的历练，你才能这个感同身受，你才能心领神会啊！好，我花这些时间来讲这些，大家讲音乐，音乐这个东西，它就是你要懂啊。比如说，我在举这个高山流水，这个是列子的《汤问》啊，这大家很熟，讲伯牙跟钟子期啊，一个善于古琴，一个善听。啊，这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他说呢，伯牙古琴，钟子期听之，方古琴而志在泰山。他说呢，他刚开始在古琴的时候呢，他鼓的是高山流水嘛，他心向往在泰山。泰山就是像我们讲的泰山啊，高山。钟子期就说了：“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哇，这简直是我听到了，是登上泰山。好，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的高山做到流水的时候呢，志在流水，他的心啊向往在流水的时候，而钟子期又说了：“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哇，像一大片的流水。那么，伯牙当然很高兴啦，因为你奏的乐，你鼓的琴，人家听得懂啊。啊，大部分只是看热闹啊，啊，但是钟子期是看门道啊，所以很高兴啊。好，钟子期后来死了以后呢，伯牙就怎么样破琴绝弦，他再也不弹了，因为怎么样，终身不复古琴。为什么？因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没有人再值得他为他古琴了啊，古了也是对牛弹琴，你根本听不懂啊，所以。知音讲的就是这个伯牙跟子期的故事。好，我今天要讲，这里就是他说《出世宣言》奏乐声，经过了九死一生啊、哦，走在人生的这个起起落落、高山低谷之间的这个苏轼，他现在他懂得，他知道，所以他用出世，出世，我现在大概可以领略到啊、哦，当年。奏这个大乐，轩辕奏这个大乐，它的内涵，它包罗万象啊、哦！如果你没有这些阅历，你没有这些这个经验，你真的很难去领略。所以他说，出世轩辕奏乐声，最后他说，九死难黄无不恨，自由其绝冠平生。他说啊，我九死一生啊，一贬再贬来到这里。其实过去啊，很多在江北。因为江南是未开发之地，所以是瘴疠之地啊，所以到的这个，尤其到了两广啊这一带，其实呢有瘴疠之气啊，所以很难这个幸免的。所以苏轼他有儒释道的这样阅历啊，他呢啊这个当官，他尽忠职守啊，那么他人家不用他，他也处之。泰然啊，因为这个佛教还有这个道家的这个达观啊，给他很多的养分。好，他说九死难荒无不恨。他说呢，来到这里九死一生，我来到这里那真的是难荒啊，这个是中国的最难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偏居一隅海南岛啊。他说自由其绝冠平生，你看。所以你所以会成为大学问家，你所以能够这么样处之泰然，因为怎么样，你看到的都是美好的啊，你不好的都变成你的养分啊，你眼睛看到的没有。他说哎呀，要是不是这一次这样一贬再贬，我哪里能够看到，我今天来这边看到的都是我过去在汴京所看不到的啊，这是迥然不同的风光啊。所以我会发觉哇，我这个九死一生，我来到这个惠州啊，再来到儋州，儋州海南岛啊。他说呢，我这一趟这个
行走呢，是我大开眼界，这是我这一辈子看到最奇特、最突出的风光民俗，都在这里，让我给我最多的养分。好，这是六月二十夜渡海，身横斗转遇三更，苦雨中风也解情，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卢叟成浮意，出世轩辕奏乐声，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好，我们这时间啊过得很快啊，我们下面呢、啊、我们来讲到词啊，词今天我选了很多都是他的婉约啊，这个婉约词的永遇乐，他后面有一个小文，他说鹏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应作此词。鹏城就在徐州，他这个时候是徐州的太守啊。彭城就在江苏啊，就在江苏。好，这个彭城呢、啊，我们先介绍啊，里面讲的两个，第一个是关盼盼啊，关盼盼呢、啊、是唐朝的一个女诗人，她也是一代的这个舞妓啊，善歌舞。好，她是呢节度使张英的爱妾啊。那么张英病逝以后呢？张家的妻妾都离去了，只有关盼盼为其始至守节啊。这燕子楼呢，是当年这个张英为关盼盼所盖的一座小阁楼、小楼啊，小楼。所以呢，这个张英死后呢，盼盼就移居这个徐州的燕子楼，十年守节未嫁啊。最后很多的因素，他。绝食而死，为情绝食而死啊！这是啊，等一下谈到的关盼盼啊，跟这个张英跟燕子楼啊。那另外呢，后面最后一段他讲到啊黄楼，那这里呢简单的介绍黄楼。黄楼就是苏轼呢在做杭州太守的时候啊，啊对不起，这个彭城太守的时候，徐州太守啊，所以彭城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重镇啊，它在黄河的边岸上。那么黄河我们都知道，它常常决堤啊，所以这一次呢会决堤，因为连续下很大的雨，所以会决堤。所以呢，这个啊，苏轼呢怎么样就率跟居民啊同甘共苦，跟一起去做工啊。这个拿锄头挑本漆，挑这个沙石来做防御工事，以杜绝水患。所以呢，人民你看到太守都跟我一起的在努力了啊，所以呢，虽然下雨水会来了，但是人民并不惊恐啊。好，最后水终于来了，甚至来到这个彭城的城下啊。那么苏轼呢，又作为表率跟人民在一起啊，与城。共存亡，所以当然会让这个人民非常的感动啊。那个水略退以后呢，他又率领这个人民呢、啊，在怎么样，在这个东门啊，筑一个大楼啊，来杜绝水患啊。所以呢，从此这个外观呢、啊，覆以黄土，是叫做黄楼啊。所以这个黄楼呢，也是苏轼在徐州呢勤政爱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表现。好，我们回头，我们来看啊，他这一次他说他夜宿燕子楼，他梦见了关盼盼啊，梦见了关盼盼，他写下这阙咏玉乐，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鲤，缘何泄露，寂寞无人见，胆如山谷，峥然一夜。暗暗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新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如今梦觉如今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心愿，一时对黄楼夜景未予浩叹。
好，首先啊，他从月色学起，月明如昼啊，这个月白风清，所以他说明月如霜，这个霜因为霜是洁白的嘛，所以他讲月色的皎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你看李白也用霜来形容皎洁啊，所以他说明月如霜，月色呢皎洁，洒了一地如霜的这个洁白啊。他说好风如水，在夜晚里面风吹过来啊，像水一样的清凉，非常美好的月白风清之夜。他说清净无限，美好的景致啊！放眼过去，在月下，他走在这个园中小园里面，哇，觉得美景无限。好，这是一个大场景的描写。接着他就写特写啊，他说驱赶跳鱼缘何泄露港，在这里讲就是他这个园子里面的大堂大池塘啊，一个大的水域，大的水域当然旁边啊弯弯曲曲，所以他用驱赶。好，这个时候呢夜很近，哇，就走在这个水边呢，会看到鱼从水里面跳起来，所以驱赶跳鱼缘何泄露，哇，有种荷花，这夜晚啊夜深露重，所以这个露水呢不断在荷叶上累积累积累积，这个越积越多的时候呢，哎，荷叶一倾斜就把露水呢给泄下来，它是做一个啊描这个特写啊，所以驱赶跳鱼缘何泄露，寂寞无人见，这么美好的景色，好可惜，在这样的夜里大家都睡了啊，所以这个美景呢、啊、是这样的寂静，却这样的寂寞，因为根本没有人来看这么美好的景色。接着他说胆如山谷，峥然一夜，暗暗梦云惊断。胆如就是这个打更的声音，梆子的声音，鼓声啊。那他这里当然是彭城这个楼上的这个更鼓啊，报打更的鼓，所以胆如三更，他说打鼓的鼓声呢，这个报更的鼓声呢，已经说了，现在是三更，就是半夜啊。好，峥然一夜，这个峥金字篇，这个峥呢有金石相碰的声音啊，金石相碰的声音。他说峥然一夜。那这个叶当然可能是比较大的叶，比如说梧桐这一类的啊，所以呢这叶子落在地上呢，打在石阶上呢，有锵的一声。好，他说暗暗梦云惊断，暗暗是一种迷迷茫茫的啊，模模糊糊的，他只讲梦境，这个梦呢被惊醒了，被什么惊醒？被胆如山谷，被这个爆更的鼓声，还有落叶啊，这个大的落叶打在台阶上。他说呢，让暗暗梦云惊断，让像云一样的梦，云梦。我们在诗词上很多，比如说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啊，来如春梦不多时，去是朝云无觅处。你看春云。秋末啊，这个都是讲梦云啊，梦云像梦像云一样的梦啊，哎，怎么样？有点朦胧，有点模糊，但是呢，却被淡然山谷，被峥然一夜给打醒了啊，给打醒了。好，讲到这里，你才知道苏轼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一种倒写。啊，他写醒过来了，走出来了，好风如水，哇，看到驱赶跳鱼缘何泄露，可是寂寞无人见。他是前面应该是他被鼓声吵醒啦、啊，他梦见关盼盼嘛，啊，所以他是梦盼盼嘛，所以他这个梦啦、啊，哎，这个梦云惊断啊，醒过来了以后呢，他才发现哇，这夜色茫茫，可是这梦断了以后呢，他当然想要。续回去，可是怎么样？从寻无处啊！这个梦醒了就醒了，你已经追续不了啦。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走出来，觉来小
园行遍，原来就走出来啦，走出来在这个园子啊那么美，才看到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岗跳鱼，沿河泻路，寂寞无人见。所以它这是一种倒装啊，是一个倒装。好，他走在小园里看到这些，这是他梦见关盼盼，他来到燕子楼，他在燕子楼的这个花园里面，在半夜啊所看到的一切。下面他就写自己的感叹啦啊，下面他说什么？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新眼。他在仕途的不顺啊，他在仕途的不受重视啊，他写到那么多的这个策论啊，要报国无门，所以呢他当然天涯倦客，他从这个四川来到这个汴京，多么遥远，千里之远啊！他这个时候呢，他说自己是天涯倦客啊，他想要归隐了，想要回去了，可是山中归路那么遥远，这山中哪里？四川眉山啊，这样回去的路是隔万重山，隔万重水，千山万水，是隔了那么远，而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只能远远的眺望着远方的故乡，怎么样？望断故园新眼。你看，他用新眼啊，新有希望，所以这个望，希望回去啊。这个眼，眼是望断，望断天涯，望断故园。啊，眼望心也是望啊，所以这个中文的文字很妙啊，所以你必须要用这样去解读。所以他说望断故园新眼啊，我的心啊，我的眼都望断了，可是故园就这么远，我就回不去啊。这个远还有很重要的是身不由己，所以就回不去啊。好，他说现在我今天住在燕子楼，这燕子楼当然是关盼盼跟张英在这里的这个恩爱，这个两情缱绻的地方啦。他说现在燕子楼空，现在燕子楼空空如也，家人不见啦，这个张英不见，因为唐朝还是宋朝嘛啊，唐朝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所以呢怎么样，家人何在？关盼盼啊，那么有名的这个歌舞女郎哪里去啦啊？不止她不见啦，那个有权有势的张英节度使啊啊，是这个大的一个守城这个将军啊，哪里去了呢？竟然都不见啦。他说空锁楼中燕，只有南来北往的燕子每一年啊，他任旧朝还回到燕子楼啊，还回来。他说故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愿。写得真好啊。他说啊，故今如梦，自古以来啊，这个人生啊，其实我们这个人生啊就是一场大梦啊，我们都在梦里面啊啊，在梦里面每人追逐的不一样，有人追逐的钱，有人追逐爱情，哎，追逐健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都在黄粱大梦当中，何曾梦觉啊。哇，我挤破了头，我想要搞政治，哇，我想要把对方打倒，哇，我想要赚钱，我想，哎，这是一场黄粱大梦，这是一场梦，这是南柯一梦啊！可是没有人醒过来，没有人醒过来啊！来回看自己，哎呀，自己孜孜苦苦啊，为了赚钱，哇，为了怎么样？将来两手一摊，还不是黄土一呸，什么也不带走啊，对不对？所以他说人都是这样啊，古今都是一场大梦，可是每一个人都在梦里，每一个人都做他的大梦啊，追逐的不一样，何曾梦觉，谁能够清醒过来，哎，看到自己做梦，哎呀，这样不应该啊，这样追逐钱，这样追逐感情，这样专注啊有问题。好，他说但有旧欢新愿，写得真好啊，旧欢这个旧欢新愿，你看为了爱可以生可以死，这个、人生啊，你看这个啊怎么样，愿哇，看你不顺眼，不小心踩我一脚，我就跟你算账，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你看
人就是这样，小情小爱，小恩小怨啊。这个人是这样子吗？啊，现在他在这里，当年的这个张英，哇，一个节度使，这么大的人物，当年的官办办，哇，他们的爱情这么让动人，现在呢都没有啦。反正燕子，你看这个南来北往的燕子啊，你看官办办跟这个张英，包括苏轼，很快的都是无常啊。不见啦、啊，反正燕子每年燕子去了，燕子来了，哎，这反正是永恒啊。好，他说一时对，他放到自己身上啊，所以自己要为国家做事啊，要做对的事啊。啊，他说一时对，一百年以后有人来到黄楼啊，因为他黄楼跟人民一起奋斗的经验嘛，到黄楼，他现在在这里，在这个哀悼，在悼念。这个官判判在悼念张英，是悼念他们的爱情。那么一百年以后呢，后面的人来到黄楼，看到黄楼，一定也会讨论我吧，也会为我，他用浩叹啊，大大的叹息。哎呀，这样的一个人啊，后世来评论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会为我怎么样来浩叹啊，来悲哀的来慨叹，对我来点评一下。好，这是啊，永遇乐，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缘何泄露，寂寞无人见，胆如山谷，峥然一夜，暗暗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新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心愿，一时对黄楼夜景，未予好叹。好，下面苏轼啊，这也在黄州啊，黄州，你看苏轼因为人格让人信任啊，其实他是在被拘束的哦。可是徐君游啊，跟他交情够，而且信任他，所以他可以到处去走。这写的非常美的《西江月》，我们看他的这个前面有一个小序文啊，他说：“清在黄州，春夜行淇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安。”这个游宫醉卧啊，这里错字了哈、啊，他没有，我没有校对。曲宫啊，曲宫醉卧，少休，即觉已晓，乱山船涌，流水羌然，疑非尘世也。书词语桥柱上。好，他前面已经讲了，下面的这个词，他写的意境就是这样啊。他呢，在黄州的时候呢，有一天夜色很美啊，他就骑着马来到淇水边岸上，哇，觉得这里真的是啊人间仙境啊，所以呢，他就这个经过酒家啊卖酒，他就喝了酒，喝了酒就醉了，因为这个。苏轼啊，他常借酒来浇胸中快垒，他心中有很多的欲足啊，可是他不善饮，少饮即醉啊。他跟他的老师欧阳修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他来到怎么样？来到这边，哇，觉得好美啊，乘着月色来到这里，他就这个草这么美啊，所以呢，他就马。解下来啊，马鞍解下来，自己呢屈躬醉卧啊。他本来想要休息一下了，少休嘛啊。这个苏轼啊，有一点胖啊。他这个苏轼，他就是心胸坦然，所以他一睡，心中没有挂碍嘛。他本来休息一下子啊，他一睡就天亮了。你看啊，就即觉已晓。天亮啦，所以乱山船涌，他发现说哇，四周都是漂亮的山峦啊，而且流水羌然，流水咔啦咔啦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棒，这简直是不是人间嘛，是仙境啊。所以呢，他就写这首《西江月》在桥柱之上，很美的一阙小令，我们一起来看。
照也迷迷浅浪，横空隐隐成霄，帐泥未解欲冲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夕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安七枕绿杨桥，度余生春晓。他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序文已经讲了。好，他说我要解释的是很多的解词把第一句写得很美但是因为我们常常讲中文里面很多的字你不能被限制住。你看他说迷迷浅浪他这里又有起水，所以他这个浅浪他就解释成这个水波水纹。这个迷迷当然是水纹是水波，但是浅浪你看它是照野嘛，它是讲的是什么？它讲因为草地长得很长，这草地长得很高所以呢风一吹它就怎么样，草浪翻风嘛，草浪翻风，然后天上又有月光，这草浪一翻就有高有低，又有亮有暗，就形成这个波浪。所以这个浅浪当然不是水波，这是什么？这是草浪所以你看照野嘛，这个原野上的这个草这个迎风如浪映着天上的月光，美不胜收。那么地面是怎么样？天上有什么？横空隐隐成霄。你看天空当然变化多端，有时候是青天无片云，这个李白牛渚西江月，青天无片云，哇，万里无云你看他一写明月出天山，怎么样？苍茫云海间，哇，有云海。那这个时候呢，它是层层隐隐成霄，它不是万里无云，它也不是云海，它是怎么样？它天上有淡淡的云，而这云有高有低，像一层一层的，所以是隐隐成霄。所以这个诗人词人他用字遣词，你去仔细去解读他，他写得真好他讲的天空天上的这云有浓有薄，有高有低这高高低低。所以呢这个时候他说横空隐隐成霄，帐泥未解欲冲霄，我欲醉眠芳草。帐泥他骑马这个马鞍的前面呢会有两个挡泥板这叫做帐泥。因为呢他还没有想到真的要让马休息嘛，这马呢你看焦就怎么样，精神还好得很，非常的健壮。玉冲像玉一样的马，是洁白的马，所以我们常讲白马王子，也不是老外才喜欢白马王子你看是不是，他今天也是白马王子他骑着一匹雪白的马玉冲焦，这个焦健壮，这个叫神采飞扬所以他说帐泥未解欲冲霄。可是呢这个苏轼两杯黄汤下肚，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微醺了，所以他说我欲醉眠芳草。哇，这芳草就是大地就是我最好的床天幕，穹苍为天幕大地这个芳草为绿荫为床，这个人就很舒服他说下面可惜一夕风月，莫教踏碎琼瑶。你看这苏轼美不美？他心真美他说什么？他说可惜一夕风月，文言诗词这个惜这个怜都是爱的意思，美好的意思好美好可爱这个淇水映着这个月光，哇，这淇水这个映着月光以里如银，像上面铺叠着一层玉似的，多美啊。他说好美的一夕风月。他说我不要再骑着马沿着，他原来是这个春夜行淇水中嘛这个水很浅嘛，所以他踩在水中。他说现在一看，哇，映着月色像玉一样这么美，我不要再踩在水中踏碎琼瑶，我不要把这么美的月光像玉一样的月光给踏碎了。
你看这是诗人啊，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要带孩子来读诗，这个诗会让孩子对这个美，对这个东西的疼惜，对这个爱，会他的心会特别的柔软。所以可惜一夕风月，木叫踏碎琼瑶。所以呢，他就解鞍栖枕绿杨桥，在绿树啊，那个绿杨杨柳啊，下这个春天嘛，哇，杨柳绿杨柳堆烟啊，所以呢，他就解鞍，把马放下来，把鞍放下来，把马绑好，就怎么样屈弓而卧马啊，栖枕，栖枕就是前面的这个屈弓坠卧，屈弓把手臂啊弯起来，就当枕头啊，所以他说解鞍栖枕绿杨桥，在桥边啊，在这个绿树，在这个柳树啊，绿浪这个摇摆的这个桥边呐、啊，哎，屈弓而卧啊，一睡就到天亮了，心中没有挂碍啊，一睡就到天亮啊，真的春眠不觉晓啊，所以一觉就天亮了，醒过来以后一看，哇，山这么美，自己原来昨天晚上睡在仙境啊！这个听到一声杜鱼，这个杜鱼就是杜鹃啊，听到杜鹃鸟的叫声，睁开眼睛一看，哇，天亮了！哇，这个四周这个群山围涌啊，自己昨天睡在仙境里面。好美的西江月，照也迷迷浅浪，横空隐隐成霄，帐泥未解玉葱焦，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夕风月，莫叫踏碎琼瑶，解鞍栖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好，我们看下面的一阙词，这是也在黄州啊，这是苏轼写的很好的婉约词，它是贺张直夫的杨花词。因为杨花词张直夫是他的朋友，他觉得他写得很喜欢，当然很喜欢是因为自己的目前的处境跟杨花接近，杨花飘飞万里，不知道要落在哪里，自己戴罪之身被这个放到黄州，将来如何真的啊不知道，向煞的杨花，所以他的朋友写的杨花词非常有感觉。那这里他写得好，他把杨花，把思妇啊，思念良人的妇女思妇，跟这个苏轼自己啊三合一来一起，把它揉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来写下这首杨花词。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吟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应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小雨过移中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写得真好啊，这个苏轼真的非常的有感觉啊，他写的婉约词真的是到位啊。他说似花还是非花，我们都讲杨花，杨花就是柳絮啊，其实杨花呢，它真正是怎么样，它豆荚里打开来以后呢，它的种子外面包围了一层绒毛，这个绒毛就是风，借风力来传播种子啊，他借风力把这个飞到远方来传播种子啊，所以说它是花，但事实上它不是花，所以似花还是非花。杨柳，杨跟柳啊是同属不同科啊，所以理论上来讲呢，它们都很接近啊，所以它们的种子杨柳
杨树就叫杨花，柳树就叫做柳絮，所以杨花就是柳絮，柳絮就是杨花啊。它在三月末的时候呢，它的种子、它豆荚爆开了，所以呢，漫天的飞絮啊，这就是这个谢道韫讲的：“大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啊，柳絮随风一飞，漫天都是像雪一样的这个杨花。所以他说似花还是非花，说它是花但它不是花啊，因为它是种子嘛。所以呢也无人惜，从教坠也没有人去珍惜它啊，没有人去珍惜这个柳絮，看到漫天的飘飞，哇，它只会让人觉得哎呀，又是三月暮了，又让行人来讲，哇，又是苦行色啊，要远行啊，所以脸色呢非常多的凄苦。所以他说也无人惜，没有人去珍惜它啊，任由它飞到哪里，遇到风遇到雨它就落了啊，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啊！所以他吹到哪里，遇到风，遇到雨就落了啊！他离开了母猪那么远啊，他就掉落了。哎呀，好像感觉他对母猪没有眷恋，所以呢，看起来哎，说他怎么样无情啊？思量却无情。其实他是有思，有思就是情思，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散播种子嘛，他的绒毛就是要带着种子纷飞，纷飞到地方适合的地方落下来，落地生根嘛。所以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你说他没有无情，离开母猪乱飞，一飞就不回来了啊！其实它是有任务的嘛啊！那这绒毛就是带它的种子找适合生长的地方嘛。好，他说：“银笋柔肠，困寒娇艳，欲开还闭。”他这里又怎么样？又用思妇的角度，思念自己的情郎，思念自己远方的情郎。哇，每天晚上都相思而没有睡啊，早上起来又没睡饱，这眼睛啊要睁开来又睁不开来，要闭起来啊，那种感觉。所以银笋柔肠怎么样？他银笋柔肠，他讲这个啊。杨花啊，杨花它原来是一团嘛，啊，遇到雨遇到风以后呢，它就瘪了啊，瘪了，好像思妇这个受到相思而怎么样，而折损的肝肠，痛断的肝肠啊，所以他的眼睛啊困寒娇眼，欲开还闭，因为这个原来绒毛圆形的嘛，遇到水遇到风以后呢瘪了啊，就像思妇的眼睛啊，受到相思没有睡饱，要打开又闭起来，要开睁不开，那种感觉。银笋柔肠，困寒娇眼，欲闭还开。好，随风万里，这个风一吹来，它随着风飘飞万里，他原来是怎么样要去寻找情郎的，那当然是苏轼讲的啦哈，他用思妇的角度嘛，思妇的角度是怎么样，说他做了梦了啊，做了梦，梦啦，梦境啦，随着这风啊，就像柳絮随着风飘飞万里，可是又还被莺呼起。好，他用的点用得很好，他用的点 听我讲过这个，当然知道这个点是用金昌绪的闺怨啊，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原来是讲这个闺怨啊，这个自己的先生到辽西到边疆去打仗去戍守，离家里千里远啊，怎么可能去见面呢、啊、那就寄托什么，寄托梦境啊，因为梦境是无限的可能嘛，所以梦就可以到这个千里远的这个辽西跟情郎会面，但是每天晚上睡觉都祈祷啊，可是总是落空，好梦哪里这么容易嘛，对不对？好，今天好容易，哇，终于好梦成真了，哇，来到辽西跟情郎会面，情话绵绵，哇，讲的正在好的时候，
这个黄英真讨厌啊，黄英叽叽喳喳的就把梦给吵醒了。就刚讲了，梦吵醒以后要接续就难啦，不敢。所以一想，黄英太可恶了啊，就拿起竹竿来打起黄英儿。莫教之上体，提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好，所以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下半段他讲不恨此花飞尽，恨西人落红难坠。这里讲又回到苏轼本身了，在讲西园。西园原来在三国，这个是曹操啊，他在邺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庭园啊，这个他的儿子，比如说曹植，常常跟他的文友呢聚会在这个西园啊，谈国家大事，这个谈文啊，论诗。好，这里当然是西园，是当年这个苏轼他们几个好朋友一起谈论公事、谈诗、论词的地方。可是因为这个苏轼的乌台诗案牵连甚广，他的好朋友呢都贬的贬啊，贬到好远，甚至贬到这个广西啊，这个苏轼还贬到黄州，所以他对这些被牵连的好朋友、受贬的好朋友，他心中非常的过意不去啊。所以他说：“不恨此花飞尽，自强这个杨花啊，自己像杨花一样被飘飞来到了这个黄州啊，可能将来没有明天也不一定。他自己一人做事一人担啊，所以他并没有埋怨自己，他不恨此花飞尽，这个花是杨花，也是他自己啊，他不恨杨花，不恨自己啊，这个将没有明天，但是他恨西园落红难坠，他恨当年在一起呢谈诗论公事的这些好朋友们呢，今天纷纷被贬。这被贬呢，这个你看前途受阻，就像啊刚才讲的无常，就像落红，像落花，花落了再也回不去了啊！他是在嗟叹，所以接着他说：“晓来雨过，疑中何在？”他说呢，经过一场雨啊，这个花。杨花纷纷被打落了，随着流水。他说：“疑中何在呢？这些在哪里？”他说：“一池萍水。”当然，这里就要了解，因为过去这些人文，尤其文人，他相信这个柳絮啊，落到水里变成浮萍啊。他说：“浮萍就是柳絮长起来的啊。”当然，现在当然不是啦。不过苏轼当然他也相信。啊，他讲哇，一池萍水就落在水里面，所以今年起来呢，哇，好多细细碎碎的浮萍。好，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当然，这个杨花啊，也是春光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它为春天呐、啊、平添了三分的春色。他说。平添了三分春色的杨花呢，最后怎么样？两分尘土，很多都落在泥地里面啊，萎落在泥地里面，化为尘，化为土。他说有一分呢、啊，就流到随着流水变成浮萍啊。所以他说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好，他说看着飘飞的这个杨花啊，他仔细的看着看着，自己不禁眼光泛潮。把杨花跟自己做了一个结合啊，所以呢，自己的不幸啊，跟杨花做了一个结合。他说仔细的去看这个杨花，看着看着，自己不禁眼眶泛潮啊。所以他说，细看来，仔仔细细的看这些杨花，哇，不是杨花，它是离人的眼泪啊。苏轼这个时候就是离人了。啊，离得故乡远，而且戴罪之身，所以他写杨花，也写自己，也写思妇，合而为一，写得非常的棒啊！好，因为呢时间很有限啊，我就不再念一遍啊。好，这一段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我们大概还有
五六分钟啊，我们把它简单，因为这个这首你们太熟了啊，这个啊《定风波》啊，这个也在啊黄州啊，黄州他讲的沙湖呢，其实距离这个黄州城啊，大概有30里路啊，等于他们呢去郊游了啊，所以他说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遇惧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寝，故作此。他说一起出游，原来呢是有专门负责带这个雨具的啊。可是呢，因为看到天气还好，所以带雨具的呢先走了。哇，突然间来了一场西北雨，哗啦哗啦啦，淋得大家落汤鸡啊。所以他说，所有的同仁都觉得狼狈啊，狼狈，而他自己呢，余独不觉。好，很快的就天晴了，他就写下这一阙这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唯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第一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就写得真好啊，这个穿林打叶声，你看雨打下来啦啊，打在这个树林上啪啦啪啦声音，当然人是这样，他说莫听，为什么？因为你遇到了啊，你紧张只会坏事啊，这个雨打来哇，这个狼狈奔跑哇，天雨路滑，可能摔倒了摔伤了更糟糕啊。所以苏轼就认为这个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种修为啊，你有信仰也好，一种修为，又遇到事要镇定，但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这大家就知道遇到事不能紧张，但是呢事情来了哇，你比谁都紧张谁都慌张啊。所以苏轼他就讲得很好，莫听穿林打叶声，也不是说你怎么样你把耳朵捂起来，而是你的心你的这个修为够啊，你就觉得遇到了啊就坦然面对。那苏轼怎么面对？他说何妨吟啸且徐行，哎，还是跟原来一样啊啊，徐行就慢慢的走啊，按部当居啊啊，原来在吟着诗歌就吟诗啊啊，何妨吟啸，他讲何妨何妨，这怎么样，你不如这样啊啊，你还是按原来一样啊，吟啸。当然这吟啸啊，在过去我们在古文里面啊，吟啸它是两个动作啊，一个吟是怎么样，你发声音啊，但是有文字啊，床前明月光，这就是吟。那么笑呢，因为心中有压抑，心中有快雷，你对着天你对着雨把这个压抑喊出来啊，只有声音啊，没有文字，就是笑啊。当然这个吟啸它在苏轼这里呢，当然也可能有吟有笑啊。好，他说慢慢的走啊，遇到了啊，反正你像这个西北雨那么来这么大，一下你就衣服就湿透了嘛啊，所以你不用紧张啊。好，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现在拿着竹子做的拐杖，我穿着草鞋啊，哎，我逍遥自在啊。如果你读逍遥游，你知道什么叫做逍遥啊，逍遥自在就心中没有挂碍啊。他这个时候呢，即使是穿着草鞋拿着这个竹杖，可是呢我比骑马还要轻快啊。所以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有什么好怕的啦啊，一蓑烟雨任平生。我这辈子你看大风大浪啊，九死一生，我就经过啦，我就是一蓑就是蓑衣啊，我就凭着一件蓑衣啊，我就风里来浪里去了啊，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忧，谁怕，有什么好怕的呢，你怕也没有用啊，我们不要去惹事情，但事情来了我们就面对啊。好，很棒的啊，上半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接着不是淋了一身都雨了吗？你看老天爷
对你就这么的爱惜啊。喝了酒，刚才喝了酒，可能给御一下寒，可是料峭春风。料峭就是怎么样？料峭通常都形容春风啊。这个料峭就从山头吹过来的这个风啊，这个、春风呢，当然彻彻清寒嘛啊。虽然是春天呢，不是东风啊，但是有还是会有寒意啊，尤其淋了雨啊，这风吹过来，料峭春风吹酒醒，来了有一点冷的感觉，把刚才的酒意呢，哎，也吹醒了啊，微冷，觉得有点冷，刚刚才觉得有点冷，你看阳光就来了，所以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啊，你该你的就会你，老天就会眷顾你这个好心的人，所以他说山头斜照。却相迎，山的那边斜照啊，阳光斜斜的照过来，你觉得冷吗？来，老天抱你，太阳公公抱你啊！所以山头斜照却相迎，让你呢，哎，可以得到滋润，觉得温暖。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头再来看看，哇，刚才穿林打叶声，那大家都是。跑的这个四散狼狈吗？啊，回头看看，哎，其实也没什么啊，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他这里讲的风雨啊，当然是天象的风雨。其实他这里的风雨也是人生的挫折，谁没有风雨呢？啊，人哪里可能是一帆风顺呢？每个人都会有啊。所以呢，他说回首向来萧瑟处，是萧瑟，就刚才哇，觉得这个很恐怖的场景，这个同人皆狼狈的地方，回头看看，哎，也没什么，就是一场雨嘛，不过就是一场雨啊，有什么可怕的呢？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所以他说归去，那我还是这个前面的啊，吟啸且徐行，踏步归去，归去他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通常我们讲风雨就是逆境嘛，我们讲晴就是温暖嘛，就是顺境嘛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都同等的对待，遇到挫折我们安然处之，遇到顺境，遇到好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反而要提醒自己啊，哎，这个要特别小心哦，现在顺境啊，不要乐极生悲哦。好，所以这就是苏轼人格特质啊，非常棒的这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谢谢大家，我们大概耽误了三分钟啊。那么啊，十二月份我们讲的是啊诗圣杜甫啊，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呢，跟大家告诉大家一起来啊，我们滋润诗圣的律诗。今天谢谢。我们到这里告一段落啊，谢谢大家，大家慢走，谢谢。